香港所有地產代理公司都會在一個叫做星島的替樓王那裡落廣告的，那個叫第一線戰場。但是一路發展下去，我發現到很多客人根本不當那個版面裡面的廣告是一個真實或者是一個任何一樣東西的，他當是我們可以叫做一句說話，在那裡落廣告是叫人有我有，是一種大家的個行的地位咁解啫，我哋都唔係依賴佢啦。但我需要去開闢一個第二嘅戰場，去攞個客源。咁我就發現，咦，唔係喎，呢張報紙佢第一免費派發，第二佢就咩咧？喺個地區啊，喺個地區度免費派發。咁我發現我哋做村屋嘅係做地區生意噶嘛，可以深嗰條根去鞏固我哋嗰個乜嘢。咁啊～再發現落啲有人喺委內瑞拉打長途電話嚟睇樓，亦都有啲唔知點樣喺外國打嚟嘅，又講嗰啲有啲係講國語，有啲講英文啦。咁最後發現都係從睇咗呢張報紙嗰個咁，所以我發覺，咦，唔係喎，呢張報紙係個潛力係好大嘅，即係嗰個乜嘢？咁從純粹嘅一個同情變成咗一個商業嘅決定，一個商業決定。咁我亦都一路咁樣話，我哋已經係做咗大概第三個合約，第一個就講緊係試一試幾個月嘅啫。咁第二個已經一年嘅啦，第三個再簽再續約，續一年咁樣，反應非常之好。即係嗰個咩？咁我哋公司亦都嗰個發展方向咧，由以往做地區生意，依家我哋開始係做咩咧？就話去做一啲首先係啲內地嘅財團嚟團購啦，已經係向緊呢一個方向發展，咁所以而家今次好似話上月啲九棟嘅促成啊，即係點樣可以過半月賣九棟，個個發展商呆曬，我都如果點得嘅喂，係呢個人喎，